Cypress Semiconductor 是一家知名的半导体公司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创始人和历史。Cypress Semiconductor 的创始人是 T.J. Rogers 和 Mitch A. Horowitz， 他们于1982年创立了这家公司。这个时候 T.J. Rogers 已经有了半导体产业的经验，他致力于创建一家能在技术和业务上都有所突破的公司。创立初期， Cypress Semiconductor 专注于创新的 SRAM 静态随机存取记忆体产品，并在短短几年内取得了成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不断扩大产品线，包括数位模拟和记忆体技术，逐步成为半导体领域的佼佼者。 Cypress Semiconductor 以其创新高效能的产品以及积极的研发态度而著称，他们一直致力于推动科技的进步，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数位社会的需求。借由不断的创新和发展， Cypress Semiconductor 在半导体行业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地位。关注我，带你了解更多公司。